原来相思不是见不到，而是怕见不到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男朋友？男朋友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吃棉花糖的人。玉华派后池得到白银圣衣，通过复试。本座宣布，玉华派后池当选本届万仙盟盟主。妹妹，此乃盟主印信，待你进入神宫之日，方能打开。遵命。